报交法啊！您没有按照交通信号通行，正常交通信号通行的情况下，你让行人。我虽然是闯红灯了，他是人行，人家他明明看见我，他就这样。人家怎么？你问问人家看见你了吗？他加油门了吗？碰到你人家停下了，你从车缝钻出来的，谁是正常行驶？那他应该让我。不是明下来的吗？这么大人，骑自行车人，他现在两项违法，一项是闯红灯，另一项呢是没有下车推行。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，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在横过斑马线，也就是人行横道，应当下车推行，所以他骑行是违法的。说了，我们违法人有啥责任？